布洛哈，意为高山里的深谷，人迹罕至的地方。这里距布托县城60公里，位于金沙江畔西溪河峡谷中，平均海拔1000米。阿布洛哈三面环山，一面临崖，200多人散落居住在崖壁之上。曾经这里唯一的通道是一条垂直落差近2000米不到1米宽的攀岩路，生活物资全靠人背马驮。建村57年，许多村民不曾走出过这里。2020年5月，由2个穿山隧道和一座铁桥组成的最后1公里乡道，打破了阿布洛哈村半个世纪与世隔绝的状态。路修到了村口，也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行政村实现通车。